们今天呢敬老平安礼金啊，我们前线的老人家一共有18033人啊，那么我们总共一个人5000块嘛，啊，这个敬老津贴我们总共花了大概9000多万啊，所以我们祝这老人家都能够平安健康，能够吃饱饱。逛名汤了，哦，对不起，谢谢。跟妈妈讲说，恭喜你呀，恭喜你。我没有要偷人家车吗？可以吗？你觉得我是会偷人家车的那种人吗？还是我们问警察。